今天我们要来做一道麻而微辣的料理，香蒜辣炒椒麻松板猪，用的是福寿香油，有四种不同的口味，都是由天然原料萃取，经低温调和，纯天然，不添加防腐剂及人工添加物，很适合淋、拌、沾、炒各式各样的料理方式，风味多元，提升料理的层次，加一味更对味。今天选用福寿花椒香油来制作料理。首先起热锅，倒入福寿花椒香油，放入松板猪，炒至七分熟，捞起备用。再次热锅，倒入福寿花椒香油、辣椒、蒜头、姜，爆炒至香气，放入松板猪，上色后下调味料，蚝油、酱油、胡椒粉、糖，再下少许的鸡高汤，以大火爆炒，加入小黄瓜，拌炒即可起锅。最后加上香菜，点缀完成。福寿风味油，加一味更对味。